和平精英轰炸区的炸弹竟然可以抱在怀里。来看今日投稿。不怕嘲讽不到位，就怕摇人了还打不过嘲讽你们的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加一个，听说评论区可以发照片了，兄弟们，我一直都很好奇你们长得帅不帅，能不能每个人都发张自拍让我看看啊？下一个，老黑你怎么不跟跳啊？不好看吗？啊，这样我们还不了加挤挤都掉那个妞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说你靓仔。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我总感觉他是在骂人。有人听懂的兄弟吗？来帮我翻译一下。下一个，天使上我去。强化战士出现。大爆发的能力。小伙子听调啊！我错了，我没错，我错个屁！看我的熊样子！我操你们！我去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游戏画面，硬是被你完成了科幻片，这剪辑技术牛批！下一个。嘛，保一下就走。保啥呀？这轰炸区能不能别闹呀？你赶紧的，快点！我跟随你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我又不是渣男，你怕什么？哦、我丢，这得有多渣？连轰炸区也看不下去了，你这下不走也不行啊！下一个。我丢，你怎么知道我好这一口？下次能不能直接把前面的广告去掉？